陈燕恒日前大方承认已经在3年前生了爱女，重分享 BB 初生时候的写真相，见到轮廓和巷姐都好似样。根据我们收到的独家消息，巷姐妈妈某程度上都因为孙女可爱先接受巷姐的另一半。因为线人透露巷姐伴侣的真正身份原来是黄子华的司机，差点不记得巷姐和子华神都在男亲女爱合作过。不过陈妈妈就觉得巷姐有学历有样有身家，想她嫁得好一点，多次劝她想清楚。但巷姐爱情至上，不介意另一半没钱，和男方拍拖多年。而这位背后男人亦都好锡巷姐，早晚管接管送，聚会的时候亦都服侍周到。陈妈妈见男方勤力专一又锡巷姐，加上孙女出世，慢慢接受男方身份。根据可靠消息透露，身家丰厚的陈妈妈更加在去年送上北角1000万豪宅，作为个女一家三口的安乐窝。